你这是为什么，祖妃？有一个没有骗你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高向山，我这条命已经还给你了，你就放过祖妃吧。如果你再敢与我为敌，下次死的就是你面前这个最爱的女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这么折磨我？高向善，你会遭到天谴的！为什么？你们都离开我，背叛我。好，我就成全你们。当初若不是盈盈任性固执而为，也不会造成今天家破人亡的悲剧，让我儿恒昌死不瞑目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老天在惩罚我，惩罚我当年对应主和三六所犯下的那些罪过。如今你得以平安地回到了欢喜镇，好像冥冥之中注定了你们一家三口的团聚。往事不想重提，盈盈我唯有离去，以了俗世凡尘。你若安好，我便幸福。盈盈，记住，啊，你们辛苦了，可以下去了。是。
小姐，快去快回吧，别让我在将军那儿为难呢。放心吧，我只是拿银针帮福帅治疗，你不用担心的。哦，多谢师爷出手相助，云烟记在心上。谁让我答应了您这个小祖宗呢？快去快回吧。拿着，这是房门的钥匙。莹莹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就让我走吧。这漫漫长路，你能去哪儿啊？这天下之大，哪儿没有我容身之处啊？莹莹，你知道的，其实我……罗成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是真的不值得。我做了很多的错事，你还是让我走吧。都这么多年了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听我一句劝，如果你不想见到应竹，那我就在欢喜镇上帮你找个住处，你先容身，咱们再从长计议。罗成，我留在这里就是一个多余的人，无论是在刘明跟应竹之间，还是横在你跟天骄之间，我都是一个多余的人。莹莹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罗成，这么多年你身边都没有一个提及的人，天骄是真心待你，你要好好对人家。我知道，老了老了，身边多一个能说笑的伴儿，那是很好。莹莹啊，以前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，我都忘了，你也把它忘了吧。啊，罗成。啊，欢喜镇上的人，没有人愿意看到你离开。四海镖局的人，每个人都很好。给他们一些时间，也给你自己一些时间，好吗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三番两次的来招惹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的头受伤了，我只是想来看一看。我的头哪里受伤了啊？你看看，你看看我啊，我怎么就受伤了呢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我变成什么样了？你每天找个破大夫来给我看病，我高富帅何病之有？我看有病的是你，而不是我。福帅，我不知道原来自己这么讨厌。那我不会再来了。但是今天能让我再试一次吗？你到底想要试什么？如果今天再不行的话，那我就彻底的死心了，我再也不会来烦你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，你爹想要联合左飞来陷害我爹，而你呢？你又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们全家都想怎么样？你们想把我怎么样啊？我请你马上回去，我休息了，你出去吧。不是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不记得，我谁也不记得，我谁都不记得，我也不想记得。那你记得我第一次扮成神医周云，拿着铁扫把来惩罚你吗？还有，我三六吉地他们，我们一大群人在街头卖艺赚钱。怎么可能？我堂堂高福帅，怎么可能跟你们上街卖艺挣钱？怎么可能？你别说。还有一次，你被那暗器所伤，昏睡了两天两夜，我们一大帮人围着你，替你祈祷，替你加油，你都忘了吗？我们订了娃娃亲，那块玉佩是我爹给你的定亲信物。还有你为我布置的后院，还有你跪在我家门口挨着鞭打，求我爹原谅你，你都忘了吗？我不记得。不是，我舍不得回去，你不要再说了。福帅，福帅，福帅，福帅。
有什么情况吗？据可靠线报，姓冷的女子现已藏身于欢喜镇内。她是为我而来，不会轻易离去的。她有什么新动作？此人行为谨慎，暂时还没有什么消息。不过，什么？云将军抱恙在身，对外宣称重病，他府内并没有带父出入的迹象。哼，好，我知道了。 老爷，找您吩咐，我们兄弟几个一直在监视性冷女子的徒弟，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，不能掉以轻心。他们会不顾一切的集合力量来对付我，把他们都看紧喽。是。料想云中卿也不敢在我面前造次，孰重孰轻？ 他也得好好掂量一番。福帅，我是云烟，你开门呐！福帅，你要吃点东西啊！福帅，福帅，福帅，你开门呐！福帅，是我呀。 姐，出什么事了？福帅把自己关在里面一整天，不吃又不喝的。高兄不是已经康复了吗？为什么又会如此啊？好像是被绑架的时候受到什么刺激了。这么说，高相上的所作所为，高兄应该略有所知，所以才会闭门不见。原来高福帅知道他爹是个超级大坏蛋啊！嘘，哎呀，高福帅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他爹是他爹，就是你。 凭什么跟他说那么多委屈啊？吉弟，算了，走吧。哎，走吧。哎。
你先走，我引开他们。好，小心。 劝你们，还是不要再跟着高向善。走吧，师父。 好久没听你这一声师父了，师父，你为何一直避着我不见呢？见或不见，又有何区别呢？我不想再把你卷入我和东方不悔的纷争了。师父，您在山洞放了福帅，所以您是打算放下了？ 我跟他的恩恩怨怨，不是一句简单的放下，就能了结的。师父，东方不悔，现在气势正盛，就算您的功力恢复了九成，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啊。楚云，今天为师找你来，就是想说说话，不谈江湖。 不谈仇敌，师父，你从小我就训练你成为一个不动情的人，一来是不想让你像我一样被情所伤，还有就是希望你有朝一日能够助我报仇雪恨。 恨过我吗？这么多年的相依为命，在我眼里，我早就把您当成娘亲一样了。娘亲，我多想我的亲生儿子也能像你一样叫我一声娘亲。 那个恶人，他毁了我一辈子。不，师父，你还有我呢。不，你和我不一样。你已经找到了你的亲人，我不能再把你禁锢在我的身边了。我还有事情要做。不，师父，我求求你，你千万不要妄自行动。 东方不悔，他没有人性。我已经传话给他的走狗，我要跟他决一死战。不，师父，你不能。楚云，为师今天来见你。
是我爹毕生的武功绝学，可惜后继无人。今天我就把它传给你，也算不枉我们师徒一场。不，师父，我们离开这里，重新开始。你相信我？我心意已决，你不用劝我。再说，就是我不去找他，他也不会让我活在人世。师父，你听我的，我、左飞、罗成叔，我们都会帮你的。我就没打算能活着离去。只要杀了他，我死而无憾；杀了他，是我最后的告别。在哪里离去，就在哪里重新来过。师父，不要，不要啊！当年我并非无意收养你，师父。楚大将军是在进京面圣的途中被人杀害的。是谁？是谁杀了我全家？东方不悔固然是痛下杀手，可他当年也只不过是替人消灾的工具。原来东方不悔也是我的杀父仇人。究竟幕后指使者是谁？为师也是最近才有所知晓。楚云，忘了吧，不要成为第二个我。师父，师父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师父。这么晚了，我娘怎么还睡不着啊？哎，你看，这间屋子也亮着灯呢。你说，你这个做儿子的是不是太狠心了？你这么胡说八道，要是老天真的相信了，会惩罚我的。哎，呸！老天爷没有听到啊，我是开玩笑的，你千万别相信啊，不要相信啊，别相信啊！弟弟啊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错了？当然了，大错特错。你说这么多年见一个人多不容易啊，你干嘛让自己成为绊脚石呢？雷四海虽然不是我的亲老爹，可是他给我吃给我住，那我也会叫他一声雷老爹啊。哎呀，人生在世那么苦短，当然要快快乐乐的呀，干嘛要计较呢？嗯，跟你一起看日出，一起钻土匪窝，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。我就知道，我就是个破坏王，从来就没有做过一件对事。不过，能够让你们乐一乐，我也就满足了。不，你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遇见你。哎呀，怎么这么肉麻呀你？肉麻死了！左飞兄神色匆匆，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啊，冷梅点了楚月的穴，还说和高兴善要决一死战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。大魔头要杀人了，那咱们要赶紧去帮忙啊！高向善已经变成了一个疯魔，光靠楚月师父一个人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楚月姑娘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一定还没有找到她师父。是啊，我和楚月分头去寻找过，但也不见踪影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大魔头要是不除，
那咱们四海镖局也难逃魔掌啊。小姐，小姐，吉迪在外面闹事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两位小祖宗，就饶了我吧！我一个做下人的，只有传话的份儿，哪有做主的命啊？嗯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姐，师爷欺负我。吉弟，有话慢慢说啊。哦，我们想请求见云将军一面，可是这位师爷迟迟不肯通报。我爹最近身体抱恙，谁都不肯接，连我娘都进不去他的书房，别说是你们了。可是。可是现在到了，到了一根头发也能掀起很重很重东西的时候了。千钧一发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词。哎呀，姐，现在高向山那个大魔头要和大姐的师父决斗了，你赶紧请云将军出兵帮忙啊！要不然等大魔头杀了大姐的师父以后，就来杀三六了。哎，哪里头？哎呀，你要是不把云将军请出来，我就把你耳朵拧下来。我真是无能为力啊。师爷，再劳烦你跟我爹说一声，说我有急事要找他吧。啊，嗯，小姐，不是我不说，我说了也没用啊。将军有命令，最近谁都不见，包括我在内。映珠，这些年你还好吗？有三六陪我，我过得很好。总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三六啊。你又不知道三六的存在，何来的对不起呢？映珠，你这话还是在怪我呀？不，我不怪。当年有太多的事情阴差阳错，到现在我都恨我自己，当初为什么为父是从，苦了你一辈子。咱们都已经老了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不提，不提也罢。外头风大，你还是进去休息吧。像我一样，这辈子
都在歉疚中度日。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我欠你的情太多了，要不是罗成对你们母子俩这些年的照顾，恐怕我也没有机会再与你相遇了。罗大哥是个好人，你夫人他也安排妥当，有天骄照应着，你就放心吧。莺莺也有他的苦衷，你不要怪他。他是你明媒正娶的刘夫人，我不会怪他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师爷，对不起了，事关紧急，我只能有此法逼出云大将军了。哎，别，女下疼！小麻花，你赶紧通知下去，就说我劫持了师爷，让云大将军赶紧来此处见我。好。不用麻烦了。爹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了？你知道，躺在这冰冷的河水里是什么滋味吗？我从来就没有想过，今天在这儿还能看到你。这河水一点一点地侵入我的肌肤，刺入我的骨髓。这凉啊，凉到了我的心里，凉得让我清醒，让我看到了我们的过去。过去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今天到这儿来还要自寻死路？东方不悔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在哪里死去，便会在哪里重新来过。还没有人能在我东方不悔手下活着逃出去两次，你也不例外。东方不悔，冷门独家绝学，垂死之刻方能真气逼人，若得重生便是天下无敌。你忘了？那都是江湖传言，不可深信。想扰乱我的心境吗？东方不悔，你怕了？你真的怕了？原来你这条命在你心中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命不在，皆是空。既然你如此的恨我，为什么还要放了我儿福帅呢？你就不配有这样的好儿子。你的儿子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来洗脱你的罪行，可谓是有情有义。
还有你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爹，注定一辈子被世人唾弃。我真高兴啊，我能有这样一个好儿子。可是你就没有啊，你就没有这样的好儿子为你养老送终啊？没有人送终又怎么样呢？到头来都是孑然一身，你终究孤独终老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云将军，索菲求你出兵相助，高向善马上就要大开杀戒了。高向善人在何处，你们都无人知晓，何谈出兵相助？原来将军一直在暗中关注着我们。索菲啊，不是我不救，是我真的不能救。爹，高向善一直作恶多端，你不是不知道的。现在你见死不救，岂不是坏了爹你的声誉？言儿，我怕一旦出兵，你就不会认我这个爹爹了。三六，这是什么逻辑啊？帮我分析分析。云将军，你这是为民除害，乃是一件好事，为何你如此多心啊？燕儿，若是爹爹说出所有实情，你会原谅爹爹吗？爹，你这是……楚大将军是在进京面圣的途中被人杀害的。是谁？是谁杀了我全家？东方不悔固然是痛下杀手，可他当年也只不过是替人消灾的工具。云中谦，难道是你？难得你们三姐妹都在，有些事我也不想再隐瞒了。云中谦，你不会就是？对，我就是害你们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。啊！楚云，放开将军！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原来你就是我师父口中的幕后黑手。大姐，他毕竟养了我十几年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听他解释啊。燕儿，二姐，你不要为他求情了，他和那个大魔头是一伙的，他是杀害我们爹娘的凶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爹不可能杀人的，对不对？爹，你说话呀，你说话。燕儿，当初你们楚家颇受重用，赴京面圣，我担心影响我在朝中的地位，就请高向善帮忙阻止你们一家进京。所以你就为了一己私利让高向善痛下杀手，害了我们全家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根本没有想到高向善就会如此残忍。我只是叫他路上设绊，但他对你们楚家财产觊觎已久，又想借这件事情控制我，才会造成如此悲剧。哎，都怪我，都怪我鬼迷心窍啊！你们别听他的话，他就是个大骗子，大骗子！吉弟，对。所以当得知楚家姐妹幸存，我多方打听，特意收养了云燕。为此我和夫人决定不再生育，为的就是弥补自己的过失。爹，
爹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为什么？